原标题，此国原属于中国，独立后跟中国叫板，惹毛了此人，此国险些被灭。古代中国领土与现代领土还是存在着比较大差距的，例如中亚长期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，只不过在清朝由于对西边领土重视不足，才使得沙俄趁机夺取了中亚，使中国丧失了几百万平方的土地。而在唐朝以后，中国除了占领核心国土以外，还有很多藩属国，例如琉球、越南以及朝鲜等，都是我国的藩属国。在历史上，中越两国进行了多次战争，虽然实力占据的优势，但对于越南战争，中原政权往往以失败而告终。越南成为中原政权的一部分还是在战国时期，虽然楚国国力不强，但是领土意识非常的强，像被打到山东以及河北，向南打到越南的中部地区，成为七雄中的面积最大的国家。到了秦朝时期，秦始皇想要将天下都归属于自己，在统一六国之后，并没有阻止他战争的脚步，派遣20万大军南征百越地区，虽然全军覆没，但是仍然对于百越等国家继续用兵。赵佗受到秦始皇的委派，率领50万大军南征，最终平定了百越，而越南北部属于百越的一部分，自然成为秦朝的领土了。赵佗趁着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，建立了南越国，而其领土向南延伸到越南中部。而在刘邦称帝之后，赵佗俯首称臣，也就意味着越南中北部地区是大汉的领土。在三国时期，孙权也是领土意识比较强的君主，特非常注重越南地区的开发。东晋南渡之后，晋朝的统治者自顾不暇，因此放松了对越南地区的控制。而此时越南南部地区还过着原始生活，中部是奴隶之国度。到了唐朝时期，越南大部分有属于中国的领土，随着汉族文化在越南地区的传播，越南取得非常大的发展，在贵族阶层形成了主权意识。他们趁着安史之乱以及北方军阀割据的时机获得了独立。到了宋朝时期，越南发展程度具有一定水平，原先属于中原政权的藩属国甚至是领土开始与大宋为敌，并向宋朝发起进攻，这是越南政权第一次对于宋朝发起进攻，占领城池并屠城，屠杀宋朝军民几十万人，宋朝大惊，于是对于越南进行反攻，虽然收回新被越南占领的土地，但是在越南境内宋朝惨败，死伤万余人。此时宋朝北方强敌如林，因此无暇难过。越南维持独立国家几百年，直到崖山之战之后，元朝才重新向越南发起进攻。越南对于庞大的元朝非常惊恐，于是俯首称臣，成为了元朝的藩国。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，越南主动称臣，朱元璋没有废兵一族，就使得越南服从。但是好事不长，在永乐年间，越南发动的政变推翻了原来的藩王，新建立的政权竟然自称皇帝。朱棣可不是善茬，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，于是派遣张立的儿子张辅率领20万大军向越南进攻，首战越南平津，这自己拥有50万大军，且有强大的象兵支持，因此不把明军放在眼里。大象虽然身体庞大，但是害怕大炮，等明军大炮齐发，大象非但没有继续向明军进攻，反而掉头逃窜，而越南士兵被大象踩死的不计其数。越南在战败之后想要进行固守，但是被原来藩王的忠诚出卖，明军顺利攻下河内，并把越南皇帝俘虏，押赴北京之后，朱棣将其斩首。在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之后，朱棣把越南重新划归到明朝的领土中去。但是明朝在中后期由于自身的腐败等原因，国力急剧下降，越南趁机会独立，脱离了明朝，
在清军入驻中原之后，越南又俯首称臣，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。但是在乾隆眼里，这个藩属国不太听话，于是寻找借口向越南用兵，结果越南在武器上进行改进，而清朝由于夜郎自大，以骑兵为主体，所以很多骑兵被越南击毙。在出征越南战役中，清军伤亡远远超过越南，但是好大喜功的乾隆仍然将再次战争列为十全武功之一。越南的火枪给将领们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将领热切建议乾隆更新武器装备。乾隆轻飘飘地说了一句，其设乃满洲之本。尽管越南在战争占了便宜，但是知道两国的实力差距悬殊，因此派遣使者到北京请罪，越南仍然是清朝藩属国。后来清朝越来越落后，对越南的掌控力也越来越弱。到了中法战争之后，越南被法国占领，从此再也没有与中国一点关系。后来越南不仅篡改了历史，不承认自己藩属过中国，当然更不承认自秦始皇时期就属于中国的事实，还自诩为军事大国，对中国叫板，不断挑衅中国，中国不计前嫌继续援助他，而越南却从不知道感恩。其实在五代十国时期，越南曾有这样一段历史，越南记载，从此越南摆脱了中国千年郡县统治，开启王朝自主的新时代，这也说明越南曾属于过中国，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